这次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，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。这是我第三次担任国家主席。 这一崇高职务，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。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，以国家需要为使命，以人民利益。 为准绳，恪尽职守，竭诚奉献，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。